前些日子，腾讯娱乐记者拍到周冬雨和林更新深夜相会买鸭脖，疑似因合作电影《同桌的你》而陷入热恋。不过，就在记者拍到周冬雨约会林更新之际，去年九月被知名博主《长安春报》曝光的神秘接机男、富二代男友又出现在记者的视野里，而富二代同学到机场接机的情形几乎和去年一模一样。周冬雨戴着眼镜，一身小清新的打扮，在助理的陪同下走向闸口。走出闸口后，周冬雨和助理并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驻足原地。没一会儿，一个戴着眼镜、身着黑色 T 恤和橘黄色运动鞋的男子来到闸口。周冬雨笑容满面注视男子走近，随后三人边说边笑走向停车场。男子帮周冬雨把行李搬上车，随后驶向市区。记者仔细比较这位男子和一年前长春国贸曝光的富二代同学，长相和身材基本相同，连穿衣和眼镜都极为一致。一个星期之内，记者先后目睹周冬雨和林更新，以及周冬雨和这位富二代同学，一个是深夜相约买鸭脖，一个是到机场接机并护送回家。无论是这位富二代男友还是林更新，周冬雨一直闭口不谈，不做回应。而林更新在这两天发布一条长微博，话里话外承认已经和女友分手，不少网友炮轰林更新是渣男，该微博随即被删除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